我叫 Elena， 来自香港，是第一个在日本 AV 片商出道的香港人。25岁的香港女仔素海林以艺名绘丽奈在日本出道，她预告片怕丑地说对拍摄很紧张和不知道，讲到自己兴趣的时候，她就说喜欢打球、打机和吃嘢，平时放假就喜欢宅在家。她又大爆自己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，就是她小学六年级已经想做爱，她希望可以有很多人买她的作品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官方的作品简介里面写到，她被舔耳仔之后瞬间开启了开关，说她反应极好，甚至比日本人对性爱更加痴迷。经过一日的发酵，她的 Instagram 粉丝已经突破150,000，在她宣布出道的贴文上面有大量网民留言，甚至连 YouTuber Fogo 也都留言 I'm ready。 作为首个日本 AV 片商出道的香港人，她的未来发展真的令人非常期待。